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五点一卡池陪跑四星曝光，全服玩家白嫖50原石，五点三火神定位曝光，五点零大世界角色能力排行大洗牌，叶兰仅排第四，第一直接起飞。元神纳塔五点一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希诺宁也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。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 5.1 及后续卡池火神马威卡角色等相关消息，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 5.1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 5.1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是希诺宁，复刻角色目前网传说法最多的是千之、纳西达、胡桃这三位。四星角色陪跑的话，就往期几位角色陪跑的情况来看，草神在九旗忍大概率陪跑，五郎则是跟着千之，行秋则是大概率跟着胡桃，不过毕竟只是预测，并没有确定，大家看看就好，具体还得以即将到来的 5.1 版本的前瞻直播为准。而说起后续 5.3 卡池登场的火神马威卡，就汇总的相关消息来看，火神大概率不是后台，起码目前网传版本的说法是这样的。技能机制方面有摩托车，跑图能力不错，之前提到是五星卡奇娜，这么来看的话，大概率是召唤摩托进行骑乘。简单来说就是一技能长按是前台，短按是后台， Q 也是后台火，半命提升火反应倍率，满命可以全对拐攻击。对于这位双形态火神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值得一提的是，原神 5.0 版本的福利活动中还有一个绑定里程碑的奖励领取，各位开拓者们可以通过某威进入原神圈参与，其中除了20000摩拉和经验书外，还有50原石的奖励，奖励虽然不多，但总比没有的强，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去看看哈。原神纳塔 5.0 下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基尼奇已经登场，同时雷电将军也迎来了复刻。随着纳塔新角色的登场，大世界探索方面也更加的便捷。当然了，说起原神 5.0 版本全角色大世界能力前五排行推荐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五名，马拉尼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大世界能力排名第五的角色马拉尼了。马拉尼是 5.0 上半卡池登场的新五星角色，除了角色自身强度可观外，大世界能力也是一绝。马拉尼的元素战技释放后，可以长时间在水面移动，不仅速度快，而且距离也超远，不过在纳塔以外的地区体验会降低很多。第四名，叶兰。然后就是排名第四的五星角色叶兰了。叶兰同样是一位强度很高的角色，除了在深渊中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外，大世界能力同样很强。叶兰的元素战技可以快速的向前方移动，优点是速度快且距离远，如果解锁了一命可以再释放一次元素战技，大世界跑图的话简直不要太爽。第三名，闲云。而说起大世界能力排名第三的角色是闲云，闲云是枫丹 4.4 版本上线的角色，自身的元素战技可以提供三段的跳跃，对于地形复杂的区域涉及爬山和赶路的话，闲云还是非常好用的，算是一位大世界能力比较综合的角色。第二名，流浪者。至于大世界能力排名第二的则是流浪者，如果说论起综合能力，流浪者绝对是最强。流浪者的元素战技可以长时间飞天，爬山方面轻轻松松，跑图的话速度也很快，只是没有叶兰跑得那么远，是一位大世界综合能力极强的角色。第一名，基尼奇。最后要说的就是排名第一的角色基尼奇了。基尼奇是 5.0 下半卡池登场的新五星角色，大世界能力让人眼前一亮，元素战技可以进行长距离的跳跃位移，对于喜欢大世界探索的玩家而言，基尼奇自由度拉满，手感也极其丝滑。总的来说，随着纳塔版本新角色的登场，全角色大世界能力排行也发生了大改动。当然了，还有香万叶、温迪、纳西达、卡奇娜、钟离这几位，虽然在跑图方面不如这五位，但也都各有各的优点。所以说，各位旅行者们觉得哪个角色在大世界最好用呢？